观众们注意了，还记得那段边种菜边谈恋爱的时光吗？是的，讲到这两个要素，就会想到经典的游戏《牧场物语》啦。今年也刚好是《牧场物语》问世的20周年哦。哇，他们终于要出续作了呢！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游戏介绍吧。好久不见的《牧场物语》，相信是许多玩家们榜上有名的经营游戏，像是《牧场物语》矿石镇的伙伴们，还有《牧场物语》中秋满月等等。至今回味起来都是非常经典呢。而这次 Marvelous 也在今年公布正宗系列作品《牧场物语：三座乡村的重要朋友们》，让许多玩家们直呼等很久啦。本作与系列作品一样，是款牧场模拟游戏，玩家透过种植、照料动物，同时还要与村民们交心，享受经营及伙伴交流的乐趣。而这次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生活村庄，让农村生活更加多元发展。本作将会在6月23日发售，同步庆祝《牧场物语》20周年，粉丝们不妨早早就座回味一下，一起等待新的《牧场物语》问世吧。